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众生以此本名，因为一切众生遗失了这个本有的智慧光明，本名就是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完全不认得吗？不认得好像遗失了，不失而失，好像遗失，这遗好像失掉了，实际上并没有失掉，和我们第四卷佛对富罗农说的这个烟若多达多啊起狂的那种情况相同啊。那么头并没有失，而自己以为是失掉了啊，真性离体并没有失掉啊，当下就是，可是你认不得。富大师说的啊，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天到晚跟佛在一起，可是自己不认识，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妄入诸趣，虽不尽至此了。虽然一天到晚呢，这个本有的佛性陪着我们在哪里动作，行，就是一天到晚的行住坐卧思维以种种的动作，那么我们并没有离开真如自性，可是自己不认识它，而自己不能觉知，而不自觉，自己本有的真性而不自己觉悟，没有体会到。所以唐朝的马祖道义禅师，江西马祖整宗门下最有名的马祖道义禅师，他坐下大开大悟的有很多，其中一位的大珠慧海禅师，大珠慧海，大珠慧海禅师他去参马祖的时候，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求佛法，他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谈什么佛法？你自己家里的珍宝你不照顾啊，抛家散走做梦啊，你一天到晚东走西走，东跑西跑，跑什么啊？你自己家里有本有珍宝，你为什么不看了？这就是叫你要回光返照啊！马祖要他回光返照，自己本有自信，自己本有的清净自信你不认得，你一天到晚东跑西跑求佛法，佛法在外边吗？你不在内心去求，哪里有佛法呀？大珠当下就开悟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都是往外痴求，不晓得自己本有的自信啊，不晓得向内去求，一天到晚跟自己本有的自信啊，时时刻刻都不想理，可是你就不认得，不自觉啊。因此之故啊，妄入诸趣，妄冤枉了，冤枉入于六道轮回的去向。我们一天到晚在六道轮回，无始劫来就是这样轮回流转，本来不必受这个轮回之苦的，而现在来受苦，这个叫做冤枉啊，不是大老爷冤枉，而是自己在冤枉，本来不必受苦的，可是偏偏自己在这里受苦。为什么会受苦？不认识自性，不认识本性啊，所以宗门下叫人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自性清净心，你不认识自己自性，所以这样的轮回流转啊。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了，等于前面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的注解，明白这个道理，能够体悟自己本有的自性，就以后就不必再轮回流转啊。现在我们一向轮回流转是冤枉的，不必受的而来受，因为自信清净心像佛一样啊，他何必去受轮回流转了？可是我们虽留这个自信清净心而不认得，
不晓得受用啊，好像以礼明州啊，做乞丐的人他的衣服里面有个如意宝珠，他自己不知道，带住如意宝珠在哪里做乞丐，向人家问饭吃，向人家讨饭，他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宝珠啊，价值连城啊。可是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啊乞丐一样，只是在啊妄想轮回上时啊，不知道自己本有的自信心经，不晓得体认。可是现在我们纵然知道，你如果不去修学，不努力下功夫，还是得不到的啊。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往这方面去走才不会错误啊。这是完全把两种根本的道理呀显示出来之后，佛就要测验阿难，看看他有没有体会到自己的本有自信。下面的问答啊，看看经文。阿难，你今欲知擦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您。佛对阿难说，把这个二种根本已经说清楚了，你应当要明白了吧。你刚才问的想要修行的路线，擦摩他是指擦摩他路就是去向无上菩提的路线，不是单修止而已，以修止为第一步，要趋向于无上菩提的路线。你有愿力，打算要超出三界的轮回生死，要趋向无上菩提，要成就佛道。现在我已经把二种根本说清楚了，现在我来测验你，我来问你啊。我问的时候，你要按照实际情况，照你所了解的来答复我。所以佛来问阿难，即使如来举金色杯去五轮值与阿难言，这个时候佛要问阿难，马上把手举起来，随时即使如来举起金色杯，手的比方啊，佛是金色身，所以他的手也是有金色的光明啊，去五轮值，佛的手指啊，五个手指叫做五轮指。为什么叫五轮呢？圆形圆满清净啊，而且他这个手指有网幔相，我们这个手指打开来这是空的，是空的。佛的手指这五个指的中间呢、啊、有一个薄网，好网，好像网一样，他手打开东西放下，放在这个手掌上不会掉，不会掉，不会漏财啊，不会像我们漏财啊。他虽然是打开了，因为这个有网子啊，看不到，网子看不到，他手一定有网子，他打开没有关系，不会漏掉，所以叫做五轮指啊。佛的这个五轮指手举起来啊，去弯下来，去弯下来，去五轮指就握成前土了啊。佛把手举起来，我相信一定是右手了啊，因为平常袈裟都在搭在这个左肩呢，左手不方便啊。不过我惯用左手，我很想把左手举起来，但是不一样，佛不会举左手，一定是右手，所以把右手举起来啊。这个把五轮指把它取下来，握成拳头啊，举起来，问阿难，与阿难言，问阿难说，你已经见佛，你看到了吗？啊。阿难在面前了，手举起来，你看到了吗？阿难答复说，阿难言，见，我看到了。阿难就答复说，我看到了。佛言，你何所见呢？佛问阿难说，你现在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阿难言，我见如来举杯屈指为光明拳，因为佛都有光明啊，拳头也有光明，所以叫做光明拳，耀我心目啊，这光明照耀啊，使我的眼睛看得光明灿烂，心地也光明啊，耀我心目啊。佛再问说，佛言，你将谁见？重要在这一句，你将谁见，用意是要问阿难说，你用什么来看啊？
你将水剑，你不要把文字看成你跟谁在看啊，不是这个意思，你用什么来看啊？欧南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差太远了，差太远了。你用眼睛看，大家都是用眼睛看，佛难道会不知道吗？必定是知道的。佛问你，不是说你是用眼睛看，不是问这个话。你将水剑用意是，你用什么来看？阿难德大夫说，我跟大众，他还要拖人下水，把大众都拖下来说，我跟大众同样是用把酒垮，我用眼见，我用把酒垮。啊，佛听到这里已经失望了，觉得你对二本呐、完全没有了解，你还是用眼睛看，这个很糟糕的事情。前面七番破妄就已经说过，如果你的眼睛能看，门能见佛。刚死的人眼珠能看吗？你还在执着眼睛能看，而且拖大众下水都是用眼睛看，很可能大众里面有人不是用眼睛看的，可是他统统把他拖下来。这佛听到这里呀、心里觉得阿难完全是遗妄当真，迷真主妄啊、没有办法了，只好跟他将错就错的来说明吧。佛告阿难，你今当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要你心目，你目可见呢、以何为心当我拳腰？既然他还是执着眼能见啊、没有体认到佛的问话，不了解，所以不得已就是问他说，阿难啊，你现在答复我说佛，如来就是佛了，说如来屈指为光明拳，有光明照耀你的心目啊、我问你，你的眼睛能够见，你目可见，说你的眼睛可能有见的作用啊、那你一向执着你的眼把就能看，可是我现在要问你进一步啊，以何为心当我拳腰啊？因为他的答复的话，要我心目啊，照耀我的眼睛跟心啊、眼睛能看我且不问了，现在不问你的眼了，我只问你的心，你用什么样的心来啊、当我的拳腰，就是我的拳有光明啊、而你的心受到我的拳的光明所照耀，你用什么做心，用什么是你的心来啊、接受我的拳的光明照耀？阿难这个时候啊，就把他的贼子拉出来了啊。阿难言，如来现今真心所在啊，而我以心推穷清毒，既能推则我将为心。阿难把他的贼子拉出来了，交给释迦牟尼佛。阿难对佛说，如来你现在要问我，真是问我心在哪里啊、用什么心来受你的照耀啊、现在我啊，就用我能追穷这个前进，寻足前进的这个能推的心，能推的作用，这个能推的心理作用啊，这个就是我的心吧。我能见到佛的光明拳啊、我能了解这是佛的拳头，有光明照耀我的心目，那现在我就以这能推的这个功用，这就是我的心吧。这个完全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就是前面的般缘心啊、二种根本的第一种的般缘心啊、这个不是真心。所以佛就大声地呵斥他，佛言，堕，阿难，此非你心。这一堕啊，就要把阿难的毒兽果把它堕下来，堕下他那个一向执着的妄想心。这个堕就是喝，
喝止的喝，大声一喝，说：“欧奶奶，这不是你的姓啊，这个不是你的姓。”哎，这一多多出禅宗祖师的方法来，你知道中国祖师，中国的祖师禅，他用喝，临济喝，啊，六祖座下后来分到五家，就是五宗啊，啊，所谓文阳宗啦，啊，这个云门宗等，其中一直流传到现在最盛的临济宗。临济宗的这个临济义玄禅师，他专用喝，他有四种喝的方式啊。凡是去亲近他请罚的，他开头就是大声一喝啊。所以临济宗的这个禅门呢，他叫人入门开悟的方法就是喝，大声一喝。那么这一喝啊，我看就是从这里学来的，就佛的这一多阿难慈悲逆心，他就从这个地方学来了。所以中国祖师这个祖师禅门很多用一喝使人开悟的情况很多啊。那么因此阿难被佛这么一大声一喝，他吓了一跳，说这个不是他的心，那什么才是心呢？所以接下去阿难他的表现非常的惊吓的情况。阿难确然比披坐合掌起立拜佛，这显示出他的这个害怕的情况，因为他正在用的心，佛说这个不是你的心，他害怕，却害怕的情况啊，就是在座位一跳啊，吓得跳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劈开座位啊，就是不敢坐了。这一下跳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啊，合掌起立起来，禀白于佛啊，就问佛说：“此非我心啊，当名何等啊？我这能推的心，你说不是我的心。”那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什么呢？阿难已经吓坏了，说他很不是他的心，他就很害怕。那么这是什么呢？佛告阿难，佛答复阿难说：“此是前尘希望相想。”哎，你说这个是什么吗？这是你的前面沉浸的希望相的想象，那个想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想住前面所见的光明权的想象的假法，你完全把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当作真心，或你真心或是迷惑，你的真心理性就被这个东西迷惑住了，显现不出来啊。由你无私至于今生啊，认贼为子，是你原常固受轮转，完全把阿难过去一向轮回生死的根本整个把它表露出来了。这个妄想心迷惑着你的自心，因由你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一生，今生指现在的阿难，你过去一向一直到现在，你都是认贼为子啊，妄想心是贼，真心才是子。可是你把妄想心当真心，这是认贼为子，失掉你原来有的常住真心，是你原常，是好像已是，不非是而是啊，原常就是原有的常住真心，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你失掉真心，直认到这个妄想心，所以才会受到无量劫来的轮回生死流转而没有停止啊。听到这里阿难还是不了解，还是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他接下去就说他如果说这个不是心的话，他哪里还有心啊，这个心也会作善也会作恶啊，通通都是靠这个心。所以接下去经文说，阿难白佛言，
阿难并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佛宠的，说我呀是释迦牟尼佛你的最宠爱的小弟弟了。”他还又在撒娇了，宠爱的小弟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心爱佛的爱就是第六意识，这个就是贼，可是他不认识啊，那使令我出家的就是这个心嘛。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成事诸佛及善知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师，皆用此心。这说修善法也是用这个心，修善，你说这个不是我的心，但是我修善法也是这个心啊。我现在出家，不只是供养您释迦如来，何独？不是单独，不是我心，不是单独供养您释迦如来，清净奉事就是供养，乃至周遍经历恒河沙数十方国土，过去无量诸佛成事诸佛，并及所有的善知识。发大勇猛精进去修行，修行一切难行的修行的法事，都是用这个心。我从来供养佛修善法，通通都是用这个心。哎，假如我不修善而做造恶业，造恶业也是这个心。所以接下去说，总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我纵然万一不懂得佛法了。去诽谤正法，总是假死了。假定说我诽谤佛法造大恶业，永久退失善根，做一场题，也是因为这个心，也是这个心啊。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如果这里发明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我变成无心之人呐、啊。那我跟这个泥土、跟木头种种无情之物。不是跟他相同的吗？离此觉知更无所有，我离开这个能觉知的心，能推的心，别没有了，其他没有能觉知的啊。云何如来说此非心啊？怎么佛你说我这个不是我的心啊？我是金箍啊，我很害怕，现在变成无心之人呐、啊，我实在很害怕啊，金害怕啊，不恐怖。坚持大众无不疑惑，哎，不止我而已呀、啊，大家都在怀疑呀、啊。他喜欢把大众拖下水，哎，阿难太聪明了，他自己不懂，他就说大家都是一样，说不定这个大家里面有很多都懂的，他通通把他拖下来，现在这里所有的大众，大家都会怀疑，都会迷惑，唯垂大悲开示为悟。对，再要求佛大慈大悲啊，我现在实在太苦恼了，所以大悲，悲能拔苦啊，现在我太苦恼了，佛如果不把我这个难题解开啊，我不晓得要怎么办，所以希望佛能够开导指示我还没有开悟的这个迷失众生啊。所以他到现在完全认贼为止，现在把他的贼拉下来啊，他反而叫他失掉什么啊，他不知道真心，不认识真心，结果就发生这种情况啊。平常时没有听到大乘佛法，没有用心去体会，突然之间听到这个道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啊。阿难这个表现呢并不意外，并不稀奇，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平常没有听大乘佛法，而且都平常不关心，听听而已，不用心。今天对他本人说，他真是害怕，他变成无心之人。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别的哪里还有心会起作用啊？他一直到第二卷经十番显见，他还是不了解。后来他会变成认为一个真心啊在面前。啊，所以这个文句解释是，他认为有一个昭昭灵灵的这个自信就在自己的面前，认为这个真心是一个东西，好像一个东西就在自己的面前啊，好像自己跟这个真心啊没有办法配合啊。关于这个道理，下文佛会一一替他解释，这个等到后文呢、啊、
再做说明。今天讲到这里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第一个，我们要多照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体；第二个呢，护持佛陀的口业，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第三个，护持佛陀的心，那是代表什么？舍利塔、佛塔、转经轮。所以希望各位呢，我们要发起大照。大型的转经轮、小型的转经轮、大小的舍利塔，来放置在任何地方，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佛陀的心，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阿弥陀佛。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庄严世界，净化人心。欢迎护持佛像、经典、舍利塔制作，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